continuously work to improve the Galaxy smartwatch experience. 三星带着酷炫穿戴式装置，最新的 One UI Watch 登上今年的世界行动通讯大会。他们的亮点是多界面连结，和 Google 联手出击，提供更多元的城市体验。We are bringing the best of our two wearable platforms, Tizen and Wear OS, on one unified platform. Together, Samsung and Google have collaborated to optimize performance.这款智慧型手表预料将和今年夏天登场的 Galaxy Watch 新品做结合，成为首款搭载装置。大陆科技巨头华为也在 MWC 参与，他们主打先前已经公开的 Watch 3和 Watch 3 Pro， 3D 大曲面覆盖玻璃，联动鸿蒙系统，多方应用。联想科技带着新版的智慧闹钟登上 MWC， 沿用上一代布料材质，更支援有无线充电板。联想也公开了自家平板国际版新品 Yoga Tab 系列，背后的悬挂环各种角度摆放，尤其可以悬挂在墙上，相当吸睛。众多产品都让这次的世界行动通讯大会增添了更多的可看性。TVBS 新闻综合报道。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新闻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